我是 Amy， 呢位是 Alice。 我們今天就藉著世界紅十字日，請了來兩位資深婦女義工呢來我們這個訪談節目，一起回味一下當年。楊太請你介紹一下自己。Hello 大家好，我楊太張家琪，我是紅十字會星期一組的婦女組。大家好，我李麗蓮，大家都叫我做阿蓮，我都是星期一組的。請問你們是幾時開始參加紅十字會的義工呢？太耐時間我不記得，應該 over 了十幾年了。阿蓮呢？我是15年的都是。想問一下楊太和阿蓮帶了什麼東西給我們分享一下呢？我們這裡很多東西，我們帶了一些照片，想當年的照片，還有我們曾經去過河源的會員團圓證。團圓證，哇，看到那個日子都很久之前的，那時是什麼時候去河源啊？是2009年。2009年的，那時有些什麼可以分享給我們呢？ 我們第一次去呢，就是拿些油啊、米啊去鄉下，這樣就稱過去都挺辛苦的，那呢就帶出了我們的愛心給那邊的朋友，他們就成立了一個零工團，即是帶一些物資和我們分享，然後藉著那個機會呢就感染到當地的義工，就繼續去延續這個這樣的義工服務。是哦，這樣在這麼多年的義工活動裡面呢，你們用過什麼類型的種類的服務啊？我初初入嚟會嗰陣時咧，就係做棉花球嘅。嗰啲棉花即係嗰啲棉花球咧，係好似俾人哋嚟打針咧，即係消毒咁樣嘅。但係而家咧就唔需要啦。咁之後係提供俾邊一個機構？俾醫院嘅，俾係係。而家用俾嗰啲火酒節取代咗啦。係啊，所以義工咧都唔易做嘅。想當年係董太就話棉花球小姐就係我哋啦。除咗棉花球之外咧，你哋其實我哋知道咧，平時世界紅十字日咧，你哋都會走去探訪啲學校嘅，係咪啊？係紅十字會有幾間係特殊學校嘅，咁我哋都去過幾間咁樣啦，都是紅十字日嗰陣時去嘅，去探訪佢哋嘅，一年一次。咁我哋平時都仲有啲小手工做嘅，係咪啊？係啊，早知啲嗱咧，呢個係喎，哦係呢個係毛巾花，毛巾花呢度下咧仲有隻牙刷添喎，小紅人都係毛巾做嘅，探訪嗰陣啊，多謝。哦，咁大家有個紀念品，好開心啊！如果要用甜酸苦辣四個字去形容你回憶翻喺紅會咁多年嘅義工嘅事，你哋會諗起啲乜嘢？開心先啦，開心啲嘅都係去做探訪咯，因為係出外去嗰啲地方，我哋平時自己唔會去噶咯。睇嘅嘢又比較廣闊啲，唔係我哋想象中嗰啲嘢咯。冇錯冇錯。同埋受訪者見到佢哋好開心啊！係啊，係好開心噶。我哋個心態有陣時當我哋唔係去做工嘅，係去啦。係啊，你見到佢開心，你又好開心啊！係啊。咁會唔會有啲艱難嘅嘢咧？譬如好似去河源啦，嗰時都成差唔多十幾二十年前，係會唔會有啲好艱辛嘅經歷啊？喺河源度，艱辛嘅經歷咧，就係我第一次去咧，就因為啱啱遇到唔知嗰個叫做咩韓國嘅同香港唔知咩
知智威嗰啲咧，咁我啱啱住喺嗰度，咁要搭車，咁咧一早要搭車，咁我就好辛苦出門口，好驚好驚，驚人哋啱啱智威啊嘛。係係，當時嗰一刻就拎個心出嚟，所以就克服曬呢啲咁嘅擔心啦。有乜嘢原因推動你哋可以一直以嚟都繼續做高呢個工作啊？阿蓮，你咧，你點樣可以繼續做咗咁多年咧？啊，即係希望有一個固定嘅日子，我哋大家喺一個地方朋友之間志同道合嘅，咁啊做咗呢一件嘢咧，即係幫到人，自己也學到嘢。你哋之前咧，最初嚟紅會做義工嗰陣時咧，會唔會有啲咩期望㗎？係叫做俾個心做，希望我做到啲嘢對人哋有益，對我自己又開心咁。咁或者嗱，嚟緊紅會啲義工會繼續服務㗎嘛？你哋會唔會有啲乜嘢期望或者啲咩提議俾新一批嘅義工咧？都係俾個心出嚟做，俾個心出嚟做，係。好，心做咗，係啊，咁仲有啲正能量帶俾其他人嘅心，俾個心出嚟做嘅，心係噶，俾個心，俾個心，俾個心出嚟做。